这里齐聚56个民族学子，这里是成都，这里是西南民族大学。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流、碰撞、融合，共同酝酿出生命的丰美与醇厚，共同铸解出各民族各美其美、和和谐谐的独特韵脚。阿姨呀，织错了布的梦。夜幕降临，舞动的百褶裙边荡漾着鲜花朵朵，在怡然欢快的歌声中，在轻盈灵快的打体舞步中，舞出民大各族同学的青春。这样的景象每周末晚上都在民大校园上演。同样舞动的还有热情豪迈的藏族锅庄，活泼谐趣的新疆少数民族舞会，舞会开放包容，常吸引各族同学参与其中。他们在韵律中传递的不仅是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，更是心手相连的民族情感。习俗在这里交汇融合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这里是西部，特别是西南地区展示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的重要窗口。文川理县民族博物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，普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，汇聚了藏、彝、羌等多个民族精美器物和文物精品。世间数万韩藏学文献划过拉姆的指尖，青叶编号编目上架，每天他们都用这种简单的重复一起守护着国内规模最大、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晚藏量最多的文献研究中心，或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精髓。民大人一直在路上。我们主要是收集
各个地方的就是卫生长区还有国内很多文献，把纸质文献呢尽量的全部收起。纸质文献一般保存年限时间不太久，那么就要还要加快数字化的建设。然后今年呢，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少数民族文献数字化的信息呢就开始在做，把这些纸质文献呢全部导入数据库。这样过后呢，以后呢就大家也通过电脑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文献看到。近63年来，西南民族大学用它的厚重与多彩、坚毅与包容，孕育了一批批扎根基层、服务民族地区的学子。从巴蜀大地到康藏雪域，从云贵高原到天山南北，每一个民大人的梦想都与脚下的土地紧紧相连。易世祥坚守藏区30多年，不幸因公殉职，上万名群众自发赶来送易世祥最后一程。他们把梦想镶嵌在脚步里，支撑起少数民族和谐繁荣，支撑起民族地区发展进步。我觉得我在西南民院的这大学的这4年，可以说也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阅读生活最丰富的4年。摔跤、拔河、射弩、蹴球，这样的民族传统体育竞技，也是构成民族文化积淀的一种重要元素。民族传统体育链接的不仅是一种民族情感，更是一种奋进、拼搏、自强的民族精神。最热闹的节日莫过于3月3，壮族、瑶族、侗族、畲族、布依族、黎族、土家族的姑娘小伙手拉手打起竹竿跳起舞。不仅仅是在春天，在民大的校园，一年四季都有着属于各民族学生自己的节日。看藏戏，吃坨坨肉，跳沙朗，在藏历新年、彝历新年、羌历新年，各族同学都用自己的方式庆祝民族节日。民族服饰、民族美食、民族摄影、民族语言，这5种民族风情拥有的不仅仅是传承与积淀，更是我们创新与发展的灵感之源。他们化成和和谐谐、自信自强的校训精神，融入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血液，流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。No, good bab say I'm all. You say good to choose to do the. Gu gam no zi jie. 民大欢迎你。民意多进别把嘎次数。民大欢迎你。这里是西南民族大学，更是近30000名各族学子放飞梦想的希望所在。